这个就是那一家的一个木材加工厂，他在这边工，家具的加工厂在这边，去那边，他在那边是成品店。这个以前我不也来过吗？我那个东西不也在这订的吗？来看一看。因为我知道这家人，我也是对这个叫木头感点兴趣，所以我就喜欢问了。我那个店里面那个三个柜子不就在这做的吗？去拜访一下那老头。你，他是，拿这个，这木头挺坏。下面那个是。那个谁？他把那个木方子拿走了吗？不是他，拿走了吧？应该。这块头有点像红木，是吧？这个不是。这个不好，它下面那里。这是风吹日晒雨淋的那个比较好。这是柚木，这是柚木。柚木。有大的，有大的就。哎，他今天怎么没有人干活嘞？看这也。不干活啊？你不是这么今天不是15还是什么吗？我今天是15。这个柜子挺好看的嘞，哎呀，我靠！他坐上漆就可以了，就是这是人家饭店运的，放了个厨具的，放了个碗具的，碗筷的，这个还可以嘞。我都想搞一个放到我店里面，这个不知道多少钱，这个还可以。买他的椅子也没有嘛，这个椅子也还可以。这椅子，我是说我搞两个喝茶的，我自己做的椅子嘛。这个椅子，这个估计是人家定做的。这个像点回事，还可以嘞。这椅子蛮漂亮的，啊，陶给玉塞，不红啊。问他一下，老板在哪？他给意思。可以啊，走去。大概在下面。进来。这边都是他的。乖乖，这个老板厉害。哇。他下面是拍 KTV 呀，各种东西的。哇哟。那里还有鱼塘。这老头以前是在万荣最有实力的，为自己败光的，我操。看来是确实厉害嘛。那你。那个是独栋别墅。就是来住，就是你所说的那种，里面可以做点饭啊。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有。独栋别墅那个是。嗯。他是现在住在这里的。啊，他这里好找小姑娘，关键是。他这个是请泰国人设计的，这些玩意儿，园林呐。这个呢？现在都那个了嘛，以前弄得好的时候很漂亮的。老板在家的，我猜这里面是挺大，这里面的话真就没来过。嚯！我以前在这里待过一段时间。那谁介绍你们认识的？姐姐啊？嗯。这是有实力，郑老板。以前是真有实力，现在不行了。那人家这产业还在这呀？拐这条街，这感觉像公园似的嘛。小白的，塔的下面还有个鱼塘呢，是吧？这一片全部是的。你在这里看的除了山不是，其他都是。哇！在围墙之内都是，看到那边的围墙没有？哦，围墙之内都是。
所以本来那个时候跟二小姐那个，然后她跟我说，她那天酒后的时候，你要娶了我家老二啊，明姐翻译的嘛，娶了我家老二，我这木工厂都是你的了。后面我想想啊，自叹不如吧，真的。这个镇不住呗，一般人镇不住呗，镇不住，扛不住，扛不住。对，没点实力，是是，真的。跟能力还有头脑，他妈怎么镇得住？我操，镇不住。不是，我们关系一直都很好，就算我们不在一起，关系还是有的，是吧？他这是大，这产业是巨大。他是经常，他路过万荣，他还去我家坐坐，至少。是吧？嗯。那还真不错，老头人还挺。去我家坐坐，然后他看到我车路过了，他也叫我。他这里面是真大，我去，这搞得真的。那边冒烟的地方也是。围墙之内都是，他是不是带哪个小妹到哪个房间里面你妈干活去了，我操，哼。这里面住着什么人嘞？他这里是结婚用的，花了不少钱，你才修建结婚用的。那他不应该就那一个大门吗？他应该有别的门吧？那边有一个，那边正门在那边。我靠，这是花了不少钱的，你看这个就能看出来。对。他是请泰国人帮设计的吗？白瞎了，真白瞎了。他在这个地方真是白瞎，要在万荣的话，真的是，这个是真大，看不到人啊！妈是。经常也不合适，我一个人经常，我还在以前他这里有鱼的时候，我还在这边钓钓鱼呗。现在啥也没有了，啥都没有，啥都没有。他以前鱼塘在这里嘛，鱼塘，我跟他二女儿。就是有点关系，就是在这里那个，我们两个在那里喂鱼嘛。这个东西，来，我看一下那个俺的那个套袋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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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啊！怕你进来把我们几个把你给摁倒，真是。这个还行吧，是吧？我感觉这个，哎，我先端下来坐看一下。简单大方。哎哎。然后再搞个小垫子是吧？嗯，简单大方。这好得很嘞，正正好好。我说，那个你喝茶那个位置，搞几张都可以啊。对呀、啊。不大，有个占位置。好像很单薄呢，感觉。还可以。简单大方。这个舒服，还行吧，也有个那种垫子，还可以。主要是它有大手的，喝茶嘛，得有个大手的嘛。不是，啊你，涛磊，好在不？在哪儿？打五十万给他看一下嘛。那你不让我讲一讲吗？他都没回你怎么过的？不是，他们家呢是二小姐管这个，我没有二，我女朋友全部给我删完了。
那你现在问的是谁啊？他叫老三。他老三在万象啊？在万象那个。在打电话问老板吗？嗯。哎，就是打电话，你叫你跟他讲，他会说中国话吗？不会。不太有。爸，当然啦，当没六多呢，六零三成汉人，考上外个多少下线了？他说就是，算了，走吧。谁啊？这是给老板打电话吗？应该不是，我听不出来，不是他老板，不是。那回头你跟他联系了，行的话，你叫他送过去不就行了吗？对对对对，好吧，那先联系吧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嗯，五十万两呀。50万两的还可以，50万两的都贵的。现在像这种椅子啊，就是最普通的这种椅子，不是，现在都要10万了嘛，是吧？之前我卖75000。我也在管7万的，我在。对，7万的。8万。现在就得到10万了，所以像那个他，我说。都是懂的，普通的。对对对。但是他老币掉了，他也懂了，对不对？老币掉了。没事，这个事情我来解决。对，你问一下，合适的话就像这样的，恐怕就得卖到20多万了。那